少了，少很多，少很多。你这样走是对的，你这样你要等多长时间才把车装满？啊？我说你先走是对的，人很少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在里头转到里里边去走路去了，知道吗？那要几个人走路？这两天应该是旺季，怎么人这么少呢？对，这两天人特别少。什么原因呢？全是你。